欢迎收看与你转圈圈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雨宋念宇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2017年发行了一首我非常喜欢的单曲，叫《同在》。那今天单元非常特别，终于跟与你转圈圈有一点点关系了。第一个版本原版的同在，第二个版本转到你出游的同在，第三个版本转到你又吐了的同在。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三个版本，你比较喜欢哪一种吧。第一个版本原版的同在。你说你一直想住我，我也是一路上的黑暗，心会解开，期待那一天到来。我的你，你的我同在了，我们同在了。这个版本你们喜欢吗？我个人到现在过了三年了，我还是真的非常哇，非常喜欢。但是我真的不懂，我不懂一件事情。Tell me why， 点击率为什么会这么低？我真的，赶快去听起来。第二个版本，转到你出游的同在。你说你一直想着我，我也是一路上的黑暗，心会解开，期待那一天。你的我同在了。怎么样？这个版本你们喜欢吗？我先吸一下油。我个人蛮喜欢的，有一种家的味道。第三个版本转到你的同在。你说你一直想住我，我也是。期待那一天到来，我的你，你的我，同在了 ，yes， love。同在了。给你的。你们也吐了吗？再次强调，转音只是我的一部分，我不可能会转音，我就什么歌都拿来硬要转。就像你会走路，你不可能去哪都走路啊，一样的意思。
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影片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让更多人看见吧，要不然应该会有下一次了。